1806年的当季台糖古体咯，历史走廊体味逍遥徛的活动，将要伫个12月初二，伫鼻头乡举行。馆长吴明国甲鼻头乡长吴锦团，做伙邀请全国各地介意徛体味运动的乡亲好朋友，手牵手做伙来。体验鼻头绿色走廊、自然田园风光，以及上水的大塘古铁路绿色走廊。啊，所以南公所以12月2号啊举办这样的一个啊冬季的哈骑自行车的逍遥游的活动哈，啊，咱一年拢办两届，所以乡里讲吼爱办这活动，县政府吼拢赞助一半啦。哦，从阮鼻头乡。诶，特产哦，好啊！甲咱推广出去以外呢，嘛感谢讲咱县政府哦，甲咱议员哦，甲议会哦，也非常甲咱斗相共。彰化县政府推动彰南观光旅游，积极行销产美公路花园、鼻头铁马逍遥徛、田中七村、社头集美、巴拉以及宝岛美食小食等等观光特色。欢迎国内外游客做伙来鼻头徛体马，体验鼻头田园的水。广播频道张华韵、中华采访报道，关怀电台台语配音。